一分钟检测你是高音还是中音还是低音声线。如何来判断你是女低音、女中音还是女高音呢？今天一条视频给你全部搞定，要记得看到最后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。我们在钢琴上把音区分出来，你用一个一字来代替所有的音高，看你自己唱哪个声区是最舒服、最自然的，就说明你是什么样的音高哦。一，女低音。如果这个唱的比较舒服，说明你是女低音。二，女中音。往后。这个声音你都能够自然的唱出来，那你就说明你是适合女中音的哦。三，女高音。往后，如果能够唱到这个位置，那么就说明你已经唱到 High C 的地方了，那你肯定是一个妥妥的女高音了，恭喜你。甚至天赋更好的人呢，能够唱到发去。所以音域决定了你适合的歌曲，那么你现在在什么样的音域当中呢？赶紧讨论起来吧。如果不知道自己音域到底是什么音域的同学，也可以发给我，老师来帮你听哦。